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角度的刀头，分别是90度和120度。这个角度指刀头的一般角度，实际要开槽的角度可以在机械上直接调节。90度刀头的调节范围75至120度，120度刀头的调节范围90至140度。调节角度时需要把刀全部切下来。把两侧的 M12 的螺丝松下。下面 M10 的螺丝往上锁紧则开槽角度变小，往下调则角度变大。选择好角度，再把几颗螺丝锁紧即可。如需恢复到正常的角度，把它调到指针角对着刻度尺为零即可。